各大奢侈品品牌因不尊重中国主权问题备受争议，而杨幂身为第一位受争议的反辞者 is 品牌代言人，那是以了解品牌方混淆国家地区的情况就第一时间解约的，成了合作时长最短的红血代言人。杨幂的行为在国内迅速造成影响力，后续奢侈品牌方代言人如刘雯、易烊千玺、张艺兴也是第一时间表明立场，在任何时候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不容侵犯。这次明星们空前团结也让品牌方迅速给出解释与道歉，影响越扩越大，杨幂主动终止与范思哲合作这件事还上了外网新闻。8月12日深夜，有网友发现杨幂上了日本电视报道，而报道内容是杨幂主动向范思哲提出解约的。不只是电视报道，连日本网站都有相关报道，内容大多很客观，描述了事件的经过，介绍杨幂提出解约的事情，还列出了品牌方的道歉与处理结果。除了日本报道，杨幂解约这件事还上了推特的实时推荐，在推特上有2400人讨论杨幂解约的话题。在大多是外国人的平台上，杨幂解约的话题下还有2400位博主在发声讨论，大多数对杨幂的做法表示震惊，说中国首位范思哲品牌大使杨幂主动要求终止他与品牌的合同，并停止与品牌方的所有合作。关于杨幂解约的相